實施已經十幾年的強積金制度，早年已經開始討論，八十年代在社會引起過爭論。一起重溫八七年的報導。最近有一些勞工團體仲再次提出了設立中央公積金的建議，引起了勞資雙方一場很混亂的大爭論。咁究竟佢哋嘅爭論點係乜嘢呢？而話呢、這個公積金計劃嚟講咧，強制執行咧，即係話咧，對於每個企業內部嘅管理或者內部嘅行政個制度啊各樣咧，就做出干預。咁呢點咧，在我哋香港呢個自由經濟體系嘅社會之下咧，係萬萬不可行嘅，亦都違反咗呢個民主自由嘅精神。香港咧好多時太自由得滯咧，咁變咗，如果我哋憑一啲老闆良心做事咧，我諗呢個係唔切實際嘅。我諗就相當係即係好急切，甚至我可以講係太遲啦。就算在成立嘅時候。因為任何保障退休的生活都要成十幾二十年才可以看到個見效的。咁若果在香港60年代或70年代成立的時候咧，而家就可以見到嗰個結果是點樣樣。若果現在成立的時候，根本是要到即係20年之後的時候才見到個結果。